第四天的早上，天气真的是有够好，我们难得那么欧洲。这个是今天的早餐，跟昨天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早餐了，就是两块烤过面包，还有一块烤吐司，然后这是奶油，这个是草莓酱。我现在在海东龙宫寺，那海东龙宫寺呢，它是一座比较新一点的寺庙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讲，所以就很单纯的让你们看看这边的风景哦。那接下来就带大家在海东龙宫寺里面走走吧。到这边终于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了哈！一个妈妈抱着两个孩子，她这个是1976年的时候盖的，那个时候韩国经济不是很稳定啊，然后有些人破产，然后就跑来这边跳海了，所以这边就盖了一个雕像，就告诉大家说，在跳海之前，好好想想你的家人。再是这个交通安全塔，顾名思义就是祈求开车的老司机行车平安啦。现在我的所在位置是海云台的海边，因为这边是海景第一排的关系，所以这边地价非常的贵，据说一坪2.8亿韩元，折合台币自己算啦。这边的房子是真正的海景第一排，不是中部种什么东西。如果有一天整个海云台都是我的，做梦。是的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在这个韩国釜山的新世界百货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板子，上面写"世界最大的百货商店"。
这边就是整个一大块都是世界最大百货商店，没有唬烂哦。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怎么可能会没有 Game Center 呢？对不对？百货公司就是要满足所有客群嘛。等一下进去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找 Game Center， Let's go。好的，我现在在新世界百货的7楼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猜我现在找到了什么？ Sega 好不好？ Sega， 我跟你讲，有 Sega 就有希望。我们进去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英居杀手飞碟球，个人卡拉 OK， 一个人的卡拉 OK 齁。然后这个投篮机，看来这边唯一的英居就是 PIU， 但是这边一到1000块，我个人应该是不会想玩啦。欸，就这样。总而言之，这里没有麦，非常的可惜。我们那个点叫什么？乐天百货见。我现在在乐天百货的11楼。那乐天百货啊，真的是非常之复杂哦。我接下来就慢慢找我的 Game Center， 因为其他地方的东西我根本是买不起，想都不用想的哈。我唯一的目的就是 Game Center， 我就慢慢找吧，加油。这一间 AK Arcade Korea， 那这一间 Game Center 一看就知道没有。OK， 下一间。好吧，那个没有其他的 Game Center 了，那我就在这边一个人的 KTV 边缘的唱首歌吧。最后一个点踩完，我们现在已经回到机场了。公道价81000，好不好？你打成什么啦？那里是韩国的海关，我的话已经过了韩国海关了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个金海机场，大家可以看到那边一个底，再来那边一个底，就这样没了。金海机场 very very small， OK。说个笑话，金海机场比北车还小。是说这边的环保纸杯竟然长这个样子哎。现在时间韩国时间8:35左右，现在要登机了。看起来我们是坐这个巴士，然后去登机哦。现在我已经在飞机上了，刚刚那辆巴士载着我们到离机场有一段距离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在地面爬楼梯上飞机。我觉得这个还蛮屌的，因为我以为我们会走空桥，没想到我们是从地面爬楼梯上飞机。接下来我们台湾见咯，拜拜。各位观众，桃园机场，我们回家了。这4天的韩国 vlog， 不知道大家看的怎么样呢？我自己是学到很多东西啦。影片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下面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想要追踪更多动态，也可以上面点个订阅，还有下面的框框点个订阅。右边这两个框框也可以点一下看之前的影片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